这事儿被刘秉义的隔壁邻居一个叫李荣的人知道了，他一心就想搅黄这场婚事。说起来，李荣和刘家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他曾经替人管过一段时间当铺，得了一些不义之财，手里有了钱就想把刘家的房子强买下来，刘家不肯，他就记恨上了。李荣巴不得刘家出事，因为刘家如果变卖家产，李荣买到的机会很大。